已经移居台湾的蒋亚文这日现身香港，为自己首次个人摄影展打点。Mandy 说自己喜欢拍照已经十几年，今年希望可以好好经营这个兴趣，所以今次对他来讲特别有意义。有人看到我这一方面的努力，也都愿意 support 或者支持我这样的一个方向，这个是我令我最感动的。所以我今次真的扑到回来的，就是好想可以亲身参与，同埋可以自己亲自去编排同埋布置。Mandy 嘅拍摄风格比较不经意，佢讲笑咁话有少少偷窥狂嘅倾向，成日偷影老公同妹妹，不过佢哋都已经习以为常啊。其实佢啲相几乎都系偷拍嘅，无论我妹妹都好啦，我先生都好啦，佢哋一知道有镜头咧，就会有嗰个三七面啦。即永远有嗰个例牌嗰个样，咁但系呢个已经系而家都市人嘅通病嚟噶啦，咁你都逼唔到啊，你唯有趁佢唔注意嘅时候咁多几张咯。Mandy 话自己一影相就会忙晒型，有次喺冰川影相，不自觉喺悬崖边越行越出，好彩老公拉住佢，先至避免发生意外咋。